面对了这一大波，也是世纪性的疫情，很多的担心、忧虑、烦恼，的确难以言语呀。现在所需要的，不只是慈济系统做的，也要承担起的。我们社会啊，任何一个地方，慈济的来投入协助，我也很感恩所有的慈济的人人呐、啊，都是承担起了现在天降以大任以私人呀，每一个人呐、啊，都听懂师父的话，大家都有尽那一分的心力啦，要承担，要投入，要付出，而且呢，那一种大家总是那样诚恳，看到了，现在师父就说了，非人能挡。唯有呢，以戒圣虔诚、持斋戒杀，要戒圣，戒呢，就是要对于自己好好的检讨呢，过去什么样的行为，如何的贪求。等等，这一波不只是慈济人需要，整个社会人人都需要，因为呢，大灾教育啊，这一波呢，是为天下而警惕而教育，所以这一波的教育啊，要如何学习？第一步最重要，先要培养出了爱心，那一份爱的完整，总是呢，爱惜，爱惜天下一切万物，这。每天的跟院长们听他们的分享，现在的医疗科技发达，每一天听到了该如何预防，该如何隔离，看看台北赵院长很细心，而且呢，面面俱到。上人有在开示的时候特别提醒我们，台北慈院的医护团队啊，要做一个标准的防护衣的穿戴，让志工菩萨们能够遵循，先保护好自己，才能照顾别人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说，很多的社区大德是第一次来到慈济的静思堂，我们志工菩萨还有我们医护团队啊，都要有柔软的身影。每一个静思堂啊，都派了3到4个医师，然后在2倍数的护理师，还有4倍数的行政人员，还有我们的慈济志工菩萨，我们仁义会的伙伴们一起，所以我们是希望今天呢、能够做到最好的服务。他懂得如何领众，他很温柔。很细心，如何鼓励，如何呢？爱意，用爱意啦，柔和的鼓励，
看到了，我们的医护人员都是甘愿做欢喜受那一份和和互协分工合作那一种，天天听到看到我都很感动，而且非常的感恩承担这一波的重任，真真人人都披战甲打入沙场，他们呢真真大家都要很谨慎的很勇敢的，真的很承担。我就会想，好在啦，好在慈济呢，只要慈善，还加上了医疗，还有人文那样的普遍，可以抱真保证，我真的很感恩，守护了台湾的健康，守护的爱，我们做到，更让我很感动，也是呢，很感恩，这都是要用应用大慈大悲，但大慈是守护的社会的安宁，大悲呢是守护着生命，真正的人伤我痛，真正的都是很守护着这一份的铺大了爱呀、啊，拉了情啊，这样的真诚，这就是我们人间的历史。我一直在说，一定要留史，不是为民，是为了这样的历史要留下来。天下有什么好分别呢？一定没有分别相，人相我相无不相，总是呢真空妙有真实相。所以我们呢不是执着，是为了教义，大哉教义呀、啊！人间呢，在这样空前未有的全球覆盖的这样的疫情，现在是200多个国家都有，所以呢，铺天盖地呀、啊！我们呢，在这个时候可以呢，尽我们的心力，给人间啊，当个有被需要的、有用的这样的团体。团体是人合合起来的，没有人就没有团体，没有团体呢，就没有人力、人的力量，在这样最需要的时刻去尽这份心，这就是人间空间、时间、人与人之间。所以这么开阔的空间，我们可以把它拉近了，人与人之间呢，我们都是尽心力铺大爱拉长情，这都不是不可能，期待我们大家都是在造历史的人，彼此尊重，
互相感恩，感恩过去任何一个人呢走过来的足迹，请大家呢要时时多用心啊，感恩啊。全球的慈济人菩萨呢应该是超过万人啦，请大家都能听到啦这一份的精神，人人把握利用生命的价值。有付出就有价值，无用生命的付出那就无价值，大家都用心啊。